黄酒液，身体已无大碍，可脉象为何还是虚浮不定？多谢师妹。师兄，你身体尚未痊愈。 先把药喝了。师妹刚刚医治好我，难不成就要下毒害我？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害师兄你呢？那七魂散对身体有益无害。师妹能耐见长啊。师兄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师兄你。 师妹好像……可我已经三个月没洗澡了，正好洗洗。师兄，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黄九叶，娘子，我不该留你一个人在这里。花九叶，敢动我娘子，找死！ 真的不需要我治？你师兄看起来像是要被医治的人吗？你看起来都要死了。娘子，看我多厉害！纵他再来十个花酒液，我杀他也是绰绰。跟你说了，你这条胳膊不能乱动，再这样，你这条胳膊都废了。 还是看你能不能保住这条小命吧。苏晨彻，他是我师兄。好啊，既然是我娘子的师兄，那也是我的师兄。但他欺负你，不能忍。找死！我要去忙自己的事了，你们俩好好的。 师妹，跟我斗，你还嫩点。